个五啊，这个五就代表了一个数字，最高的时候能到十一啊，这个乘三模式，第二模式最高能到十五。哎呀，你看这个武器，使用武器的话，它这个伤害是比较高的啊，就是因为这五点暴击值，这个暴击值是每一次挨打随机出现的啊。这边也不管血啊，这个血也是一点一点的往上抬。这里前面那一段的话，这个圣剑是保不住的啊，草剃剑也不好保，但是草剃剑是有机会能保住的啊。